嗯，各位同学，那么麻烦请回座位坐好哈，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啊，上课前再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哈，有没有关机或关震动哈。啊，不好意思，麻烦回座位坐好哈，我们要开始上课了，谢谢。 啊，各位同心，这节课由我们的温承志温老师演讲，好，请大家以掌声来欢迎他，谢谢。各位同心，各位同事，大家早安，大家好。嗯、诶，正欢喜哦，会当伫遮见到各位哦，会当发心然后，伊即个好个一个心态来遮上课，为虾米呢？因为咱要了解台湾到底是虾米的状况。 所以今仔日才会坐伫遮，对无？吼。好，啊，再问一下，在座的听有台语的拢 OK 啦吼，有听无的无，拢好啊。吼、嗯，啊遐我所知还有咱日本国的吼、喔、来的迄、那个来宾吼，啊无要紧，啊我有通问吼台语，吼啊迄个、啊啊、北京语拢 OK 啦、啊、吼，啊,啊,啊有食杂吼凊彩。啊，今迄个。 第二幕吼，叫做台湾法律法律台湾，咱有看一道诶，即个光芒光芒一道曙光吼，怎样？我们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机制已经开始启动哦。即届拄好一百届吼，有拄、哦、好真拄好，各位足幸运的拄好一百届吼，啊顶顶礼拜的，咧，顶礼拜我美国的司法部吼，甲、哦、迄个控告。 控美案的律师做下来、哦，啊，所以讲足幸运的哦，多我一八届，啊，甲各位吼来面对着讲，咱台民众的等于所有的东心法王爱个的法律至上，法理至上，爱加一句话着讲，人再怎么疯狂，都得要符合大自然对上帝的法则。所以呢，规范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万国公法、国际法跟战争法，都得要以自然法为基础。 哦，这里就是一、那个张一个台湾历史节嘛区个人去讲师徐兆杰人讲的吼，再个甲大家做一个复习勉励，爱个的法理至上。哦，台湾民政府跟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线。我们要跟谁接政权呢？美国军事政府就是这一面旗子哦所代表的。刚刚秘书长也解释过，什么叫做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的。 顶头有一个主管单位，就是美国军事政府。那谁是指挥官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哦，现在了哈。所以呢，我们台民政府所有同心要知知道哈，我们不要跟中华民国政府什么直接对抗，因为它这一条平行线，因为 e c u a 签署的关系哦，二零一零年六月9十九号它签署 e c u a 了，所以等于。 国共内战的一个和解已经开始，了，他已经没有那个怎么讲，没有立场继续待在台湾因为过去长期以来他就是配合美国的政策，就是反共。好，这等下后面会讲。今天是几月几号呢？九月二十八号，对不对？很巧的，在一九八六年的九月二十八号，中华民国民进党就在这个日子成立了。 那是谁设局呢？蒋经国，哦，他奉了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来设立一个反对党，当做所有本土台湾人，当作和所有本土台湾人吼、哦，一个泄压法吼、哦。我对中国国民党我不满，对这个所谓讲外口来的这个政权不满，我揣着一个出口，出口会怎？去找着一顶，哦，要。 附属在中华民国这帝王体制内底一定担人吼、哦，啊有的一半一半啦，叫做半山啦吼。像、哦、上面台面上大部分都是大部分拢一半一半哦，啊附属在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殖民体制底下，然后互逐家人想讲，诶、欸，我有一个会当替阮出气诶，着去支持，伊、啊。啊煞毋知影讲原来无共款诶方向，到最后嘛是一个循环。 你反对中国国民党，去支持中华民国民进党，甚至去支支持啥中华民国的台湾团结联盟。是安怎我会安尼讲，联盟讲讲师，你怎么讲？中华民国台湾团结联盟，足简单嘞。所有伫咧中华民国即个实名体制之下，所有的政党团体，定期伫咧下下，全部啦，效忠中华民国。所有的政党团体全部都是效忠谁？ 中华民国，所以你、啊哦、大学生拢共款啊！吼，咱中北时代常常甲咱讲选，因参加选完拢会后悔嘛。啊，选上拢共款啊，共款正讲个啊、哦！吼，啊，到今仔日为止，敢有生活敢有较好？咱所知个李登辉、吼、哦、陈水扁先生，即两个拢做过总统，吼、哦，你看即较侪年以来，台湾个生活有变好吗？ 哦，即慢慢我等下再分析给大家听。哦，即顶礼拜迄个七号哦，在台北世贸中心，哦，即，哦，即两位、哦、介绍者吼，即、哦、叫 Scott b r u c k 哦，啊即 Neil，噶，就、啊、是这是美国司法部的官员，这是美国证管会的律师。哦，即两个详细即资料吼，再、哦、去迄个官网去看卖吼。即、哦这个呢，大家熟悉吗？甲介绍者。 这就是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四，哦，咱台湾民政府的秘书长代表，哦，以啥台湾的国际地位与台湾人权保护为诉求，当做标的去控告谁？美国总统布希跟啊国务卿莱斯，哦，对，这律师帮俺排一个。Chas Kim，<C> 哦，Chas Kim，就是这位律师，哈、哦，诶、哎。 顶礼拜我足辛苦的吼，参秘书长、副院呐巡回，吼北中南安尼落诶，吼来，咱大约讲下遮吼，来，甲大家吼讲一下基础的观念，吼，因为咱初级班建立一个足基础的一个法律的概念吼，咱所知诶是讲自然法，外国讲话就是国际法吼，国际条约甲各国诶宪法。 即法律个违改吼，啊有大家啊有一个重要个即个观念。即、这个、自然法在头下一开始就讲吼，哦、就是讲伊就是甲即上帝的法是施伫个每一个世界，互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来遵守大自然运行所产生出来即个法法则。法则是啥？就呾亲像咱初级班即重点吼、哦，就是衍生出来的万国公法。所以万国公法袂用个违背自然法。 哦，国际条约像旧金山和平条约，哦，下关条约的一个马关条约，哦，包括美国宪法，哦，包括迄、那个呐，嗯，乌克兰宪法。我举个例子哈，在、哦、宪法各国宪法也应该抵触上万国公法，也不能抵触自然法，所以呢、啊，最高的法则就是自然法，在万国公法在国际间通通要。 遵守的一个原则，包括哪证件法共款是伫内底吼，证、喔、件法、占领法、吼、喔、啊代理法拢共款拢伫内底。啊，详细就是讲，咱手中一定，逐个一定爱买新台湾论。为啥要买新台湾论呢？你无了解个部分，就是伫个政治台湾即马即个中华民国市民体制，互你带来遮个观念，侵占伫个伊个头壳内底，无法度救出来。 要安怎解码？要家己个毒素，像电脑同款，你个电脑主机内底去互灌病毒伫内底，你平常时袂去发觉，只是等到状况来的时阵，你会去卡着奇怪的，我哪会卡麻手臂，毋知对一条筋去卡着，哪会袂惊？尤其你会讲对讲奇怪的，台湾哪拢惊袂出去，对一条筋卡着的原因就是遮。要安怎看清楚？ 法理大王跟政理大王，我当一开始有讲。台湾民政府是法理台湾，中华民国殖民政府政权就是它流亡政府体系。哦，他现在的名字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就这样唔知。我当下同会讲，两条平行线，吼，再打一两个字啊，吼。所以讲这法律越界来讲，吼，等于讲自然法，它不能说因为万国公法，哦，怎么样，所以说自然法要屈就。 所以讲啊，我甲己配合自然法跟万国公法配合，所以在某些原则上放松，这个是不行的。过来呢，国际条约甲各国宪法，哦，万国公法袂用得讲，因为要配合国际条约甲各国宪法，我得用得放较轻松的，放电放水袂用的，因为啥？把法理至上类法律的为界，哦，全部爱分哦清楚，哦，这个雕像叫做正义女神，哦，这得欢迎看到，哦，法锤。 哦，看我挂的吼。来，即本，他有他有讲啦吼。秘书长讲，迄个后礼拜星,星期天十月五号哦，下晡两点，着穿穿衫穿穿安尼吼。徽、哦、章吼，领、哦、带吼、哦，男男生啦吼，啊、哦呃、女生就是内底白衬衫，皮鞋爱计咧哦，爱穿黑皮鞋，毋通穿啦，加皮色诶穿白皮鞋吼，无、哦、啥。穿有诶看连续剧吼，学、哦、都敏俊男生就穿。 布鞋、运动鞋，黑色的。有、哦、啊，我好帅，我会来参加。结果一穿布鞋不用的，一定要穿黑色的皮鞋。哦，爱记得吼。考试的资格就是你一定要完成初级甲高级班的这个课程，两个爱完成哦。袂用讲啊，我我参加过高级班，我初级班无上，想我就来考军校，袂用的。吼、哦。两边拢爱迄个完成。为啥个？咱中央。 哦，伊拢有存档资料，你是毋是有完成初级班甲高级班，全部拢有存档哦，所以无多挑战吼。来啊，我看者、這、吼、個，美国嘅发言人伫喺今年嘅八月十四又讲吼，承认美日本对北方四岛拥有主权。吼，咱新台湾论来对，让网有看到，到讲《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西款。哦，日本政府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北方四岛来做。 任何的主张，等一下，美国他已经发表了，这代表什么？他也慢慢的在帮忙日本国来慢慢把这个北方四岛，因为当时这东西，这苏联伊就是趁迄个天皇吼，要导航前八月初九听有？迄工八月八八月初八初九迄几工吼，偷偷去占领，但是后来美国并无反对，等于是默许的状态，互苏联。 去占领北方四岛哦，啊，内底总共我大家个讲吼，西、哦、封了以后就知道，不用两年你会看得到。哦，即阵阿祥咧笑，外口你看一下看榜，有济无？有够济啦！迄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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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拜托，哦，尤其新北区，我听听看有一句话有够好笑的，一生悬命，家你规世人个命交我。 哦，我甲吊咧壁，迄叫做一生悬命啦。哦，迄足好笑的一句话。来，小问一下吼、哦，有关过钱来红十字会诶人来请举手者，我所知影咧。举者。有哦，哦，谢谢。来，咱看觅吼，伊诶资金今朝一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哦，OK，伊钱一前朝队，中国，哦，偌济两百十八亿，有在无？ 哎，啊、有回馈社会，有回馈国家吗？全世界有没有？有，他有回馈。他说他有回馈哦。我这九点三亿耶，哪少？哦，所以观看的时候多注意一下，看一个抬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你先猛、哦、讲一哦。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啥？复习一下哦。来，再讲一次哦。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啥？ 中华民国简称啥？嗯、对吼，安、哦、尼知吼，迄、哦、是啥？等于是中国红十字会啦，吼、哦啊，啊，你管诶就是伊照伊诶丁书生先啊，等于伊诶祖国嘛，吼、哦，来、哎，咱啊注意看者吼，迄、哦、就是因诶中华民国诶所谓诶总统府吼，咱、哦、看者，即网络，我看得着吼，即、哦、是中心地诶网络甲捷路落来吼，伊写啥呢？ 废止国防部参谋本部,、哦、部组织条例，吼，国防部总总政治作战局组织条例，吼，啊，加军备局才写一条对吼，伊、哦、会较啥？马英九、将伊化佮严明。第三，伊拢废止遮，吼、哦，国防部，国防部足重要，伊呾爱废止，足简单吼、哦。今年六月初九，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向联合国潘基文抗议，伊讲美军占侵占。侵 就是讲占领台湾抗议啦，吼、喔、向联合国抗议，这代表啥呢？伊其实中国拢知影，美军已经早掉入来啊，吼、喔、六月初九向联合国抗议，吼、喔，这为啥？你小小推理吼、喔，我们用法理去推理，用法律去去推论，你就知啊，发生什物状况，家己心内有数哦。你要看中华民国伊有墓碑呢，伫南京哦、喔。 哦，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哦，人亡先去，哦，过身去，就有一个纪念碑嘛，吼，啊，中华民国的事啊，吼，法理解骂在台湾法理吼，来用法理来来解码。今给他是安怎会坐在这？我相信各位在座的，甲影片内底主角有同款的心情，吼，咱来看即个影片，吼，台生谢谢，迄个影片。 As you no doubt have guessed, I am Morpheus. It's an honor to meet you. No, the honor is mine. Please come sit. I imagine. Right now, you're feeling a bit like Alice. Tumbling down the rabbit hole? Hmm? You could say that.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You have the look of a man who accepts what he sees because he is expecting to wake up. Ironically, this is not far from the truth. Do you believe in fate, Neil? No. Why not? Because I don't like the idea that I'm not in control of my life. I know exactly what you mean. Let me tell you why you're here. You're here because you know something. What you know, you can't explain, but you feel it. You felt it your entire life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world.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it's there. Like a splinter in your mind, driving you mad. It is this feeling that has brought you to me. Do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 Matrix.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 it is? The Matrix is everywhere, it is all around us. Even now, in this very room, you can see it when you look out your window or when you turn on your television. You can feel it when you go to work, when you go to church, when you pay your taxes. It is the world that has been pulled over your eyes to blind you from the truth. What truth? that you are a slave neo like everyone else you were born into bondage born into a prison that you cannot smell or taste or touch a prison for your mind <sighs> unfortunately no one can be told what the matrix is You have to see it for yourself.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After this,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You take the blue pill. The story ends. You wake up in your bed and believe whatever you want to believe. You take the red pill. You stay in Wonderland. And I show you how deep the rabbit hole goes. Remember, all I'm offering is the truth, nothing more. 大家即个影片看完了后，有啥物感觉？有觉醒个无？甲咱每一个人在座个各位，包括我，啊，袂记白了解，但面间有一种共款的心情，啊会记白，着、就是要了解。为虾物呢？为虾物会安尼？足济问号个，逐工电视开，吼、哦，广告广播电台开，逐工听，逐工受气，无一工快乐。 要得到快乐的机会，足少的微乎其微哦，伊拢会报报啊，互你生气，生气呐，你有你有迄个怒气来啊，你就想要找泄压法，因的目的就慢慢仔达成啊，吼、哦。即马要讲的就是政治人格。哦，每一个人自出世了后，就存在伫咧政治人格内底，逐工。 你袂当，你无法度去感觉，诶、欸，你讲政治，然后感觉，我先久也无脚扣手链，脚嘛无绑一粒钢球，后壁嘛无人摕皮鞭甲咱甩，啥物事叫做炼狱嘞？政治炼狱，无感觉啊！正讲是真正是无感觉。伊透过种种嘅方式来剥夺，吼、哦，甲你剥削，甚至啊，用种种嘅方式，互你伫。 台湾内底，你生活每一工都艰苦，你心内、哦、都是折磨。哦，人讲石磨心，逐工都磨啊磨啊磨。我想啊，逐工钱趁无够用，税金搁较悬，逐项物件拢起价。哦，石油即礼拜，敢有时阵以前啊，一礼拜起两届，啊，共价降降少，起起一堆。 啊，今日要上班，倚一个机车，油安尼甲车开过来保养，安尼开销开开落去无够，钱拢走去倒去，走去遐去啊！你看中油佮台塑，有一个公道个一个标准无啊？起起个拢落伫因内底，因嘛袂回馈啊，因为心上大哦，因就是佮咱当做奴隶咧看待哦，有啥物仔安尼？ 咱就来回顾吼，即政治台湾嘅世界内底，你怎样看会着台面上、电视上所有媒体，你看会到的全部叫做政治台湾，吼，用政治嘅手腕、政治嘅手段，赢造一个假象，伊叫做台湾呢，类似、像类似像国家安尼一个组织，互你刚讲诶。欸 我讲下这“野青天白日满地红”，这就是台湾安尼，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互你即种错觉，即种假象，然后呢，怣怣去对伊行，啊啥毋知影讲，结果伊是一个鬼，开一个药单，逐工用毒药，互你食，甲你饲毒，甲你饲毒药，互你袂醒，永远着是中毒，着、就是安尼，吼。 所有拢是假象甲错觉吼，因为呢，本土当然是军事占领的、政治人格的努力。咱是战败国的子孙，咱一定要承认即个身份。为什物？即、這个身份，咱只要会当来肯定，甚至了解、承认啊。对，我就是战败国的子孙，战败国第二本地国的子孙。 你安尼会当了解讲，我是日本台湾人，我是日本台湾人，我不是中华民国台湾人。你安尼就较分开啊！我是日本台湾人，我不是中华民国台湾人。我啥在讲中华民国台湾，因拢讲中华民国台湾省。咱头前啊，加一个日本台湾，日本台湾人，伊会去有法度甲你砍嘛？无法度砍嘛？伊无可能讲中华民国日本台湾人，哎，头壳歹去啊！人一听也听毋着，甚至咱。 平常时、哦，咱的伫表达时，哪会个呢？吼，咱比方讲到隔壁的国家，咱毋通讲随随个讲大陆、外省啊，看伊的人叫外省，毋通，因为人咱爱连爱连习惯，因就是外国人。台湾这片土地面顶，佮有两种人，哦，外国人佮本土的台湾人，两种人个啊，足简单的哦，做下区别，袂安怎区别？就是同秘书长办办美国国旗讲的。 哦，迄、那个台湾民政府诶，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这个身份证明顶写下，即个台湾政府哦，甲告伊做说明。哦，这个台湾政府就是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试行运作哦，我们是 self government 哦，我们是独立诶政府哦，大家爱记得哦，self government，毋是用，毋是用，伊是在台湾民政府底下试行运作，叫做台湾政府。 所以刮刮，为啥中间挂个寡妇，迄个会互大家知影？毋通甲台湾民政府即个架构丢掉？台湾政府是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自行运作，而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上面有谁？美国军事政府在主管，吼、喔，千千万爱记嘞。毋是讲啊，我看到台湾政府啊，有啊曙光啊，后摆应该叫台湾国啊，错误，毋对啊，吼、喔，爱、啊、了解即片土地有主人，主人是谁？ 咱看咱的左手边，吼，日本天皇的，即马相占俩，美国总统，吼，所以讲决定日属台湾返还的是谁？美国总统，哦，决定日属台湾的最终地位是谁？日本天皇，哦，这是今年二零一四年新春的新年的文告，台湾民政府伫遮，吼伫咧后边呀，秘书长。 诶，做 announce 宣告，吼，即资料台湾民主政府官网，我哪有，逐家再去揣吼，诶，内底一段足重要诶一个观念，吼。来咱看二零零九年四月七日，他迄个迄律师帮咱拍拍到零九年诶四月七七日，得到五个判决，吼。本土党人无国籍，本土党人无国际声音诶，政府，本土党人至今呢仍生活伫政治领域中，吼。 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原告原告上台湾民政府，吼，因为台湾政府就是当时这些东西。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号，由台湾平民林志生博士率领两百二十八位台湾人去前去美国控告美国政府，哦，这一对是新台湾论的第一页、第一站，都、就、会、是、看得到，在所有台湾民政府的心路历程。 大约拢写伫面顶。新台湾论千万千万会记咧，各位同心一定爱看学、读个学，读通了你自然你会晓看吼、哦。读通啊了解啊，平常时啥，阁爱起来即个台湾民众主官网来充实，因为有新的文章文文章出来嘛，新的讯息啊、哦、广告，咱先说逐工养成习惯去看。反正上网嘛，那个设做首页，好无重要的书签，一起来都习惯性。 上台湾民府官网，甲点阅哦，我相信大家上新的消息，拢一定会了解吼。再忙也要上台湾民府官网，随时养成习惯哦。来第五点，台湾民目前呢还在美国军事占领当中哦，台湾目前还搁在美国军事占领当中哦。但系要讲者吼，来，limitations，are self-imposed，所有的限制，家己来。 即条锁链无啊，我哪有拔家己？选票，即、这个用选票，绑个身躯内底吼，锁匙呢伫家己个手个，你要甲偷开哦，足简单个。拒绝选举，莫参加政治台湾个活动，即条锁匙你就已经有法度家家己开去啊。唔通吼，看到讲啊，即、这个要为我出气啊，我要支持伊，派条锁链。 揢到钥匙，甚至把钥匙呐交给对方。我规世人拢交互你啊，所以我选举，我参加中华民国体制的选举。然后讲讲早伊个身份证，去报道通知单，身份证验证，伊呐揢咧，哦,哦自愿意愿合法跨过迄个限制线过去，小房间迄、那个门帘跨过来，等等的。 每一党每一个候选人，我头有讲过，全部校长啥中华民国。你当迄个囡仔，你有感觉足奇怪哦？医院内底一条线，迄、那、院、個、是啥意思？你同意啊？你同意愿意继续待在政治领域？你愿意继续关伫政治领域内底？你愿意继续做奴隶，你就去投票。投完了后，把你个同意书落喺伊个票桶内底。 嘿，那叫做选票吗？唔是，嘿叫做同意书。哦，咱会当按做一个解读，用法理来推论得话，因为伊唔是国家，伊是流氓政府。哦，伊选的，伊当的。你只要你本土党人，伊就足简单，你家领迄个国民身份证，你小问一下，国民身份证可以去参加选举吗？小想,想一下，依个系迄观念，是唔是要摕公民身份证才用去投票？是唔是安尼？ 对啊，啊，为啥要摕国民身份证？哦，要注意哦，哦。逐工都足艰苦的，畏底来，迄种感觉着是政治领域。哦，后壁若小看哪下者，然后换过去者呐，后壁有装假人，你看会着，看袂着，确实存在，哦，确实存在，确实存在，哈。 内底关上呢，本土的人哦，因为你参加感觉的选举？伫干吗内底啊？哦，典狱长呢是美国，受刑人呢去关伫内底是所有的台语本地国内底人，不管是日本也好，台湾这片土地也好，哦，全部拢关伫内底，共款拢是艰苦，哦。 入监服刑的期间呢，爱下命来趁钱行啦。战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所有咱知影的战争是毋是有损失、有伤亡？哦，有战争就有死亡、有损失，爱背无？爱背，上背。战败成背大胜。哦，啊，仁，大家爱了解，这战争者六十九当以来，六十九当要七十当啊。 拢由在座各位，包括咱的先辈，逐工辛辛苦苦趁钱，入去个税金，吼，甚至加开足侪钱的冤枉钱，拢开毋对的所在。遐个钱呢，去献给美国，去买用外地的武器来行这个战争者，足侪人毋知嘛，哦，所以甲逐家分享这個消息哦。 关于怎样，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我相信前贵刚、江苏都讲过吼、哦。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伊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对不对？台湾关系法要找台湾关系法，就简单呢。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网站，你去找，去点阅吼、哦。台湾关系法第十五条内底有讲啊，吼、哦，我现在放一个问题，给大家去慢慢做思考吼。哦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之國為國一1月1号之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地理当局。休息一下哦。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他们这句语是什麽意思？哦，休息一下哦。你愿意中华民国万万岁吗？唔通啊吼！ 无人讲揢石头吼，大大粒，牵家己个脚，啊，才来挨，无嘛，嘛袂讲揢家己个拳头无去争石狮，无嘛。但是因足够贤哦，拢会用一步个吼，啊、哦，要注意哦，因为伊参加干我选举，日子你着歹过啊，你着逐工会怨天怨地，享受是家己，因为家己愿意挽留中国个人民，哦，去去张投票，我无甲右手啊，但是你用选票。 力量上大，伊会当向伊个主管，美国个国务国务院甲讲，哦，你看，我台湾伫迄登高，我伫遮办一个选举，虽然叫选举，但是啥，会当反映民意。所有本土台湾人有超过五成以上个人支持阮继续较管，所以讲选举个结果就知影，啊，美国看看有影咧，逐遍选举拢超过五成，确实，即台湾人。 愿意吼、哦，离王政府继续留伫遮。明明伊爱返去啊，继续留咧。啊，才来，我啊，我要来变盘，我记一个咧就好啊。咱伫路边搭夜市，咱拢看得到搭人迄个弹弹珠台，吼。一偏诶物件，你最爱食诶，吼、哦，我就想讲要挖去钱金出来，甲头家交去，讲我要耍个游戏，我要得哪得奖品，单。 诶，我大规波那会拢，感觉讲敢用安怎？设局内底讲有做做骹手，我想讲袂，啊，你着想讲，我要甲兵打会用个无？选举伊去参加伊个选举嘛是共款啊。你去参加伊个选举，我头一开始就讲啊，自愿、意愿、合法即个手续。你去欲想讲啊，我选输啊，我要兵判，欲去遐抗议，甚至欲来演枉倒用武力方式。 要用革革命的方式，吼、喔，要甲革命，要做先烈，会用的吗？大家要了解即个状况，吼、喔，自愿去参加，伊游戏规则，你都要照游戏规则来。我伫遮问大会啊，吼、喔，在中华民国即个体制内底，马英九上台，上来上台，毋通袂记咧，伊即个体制内底。 马英九下台的、就是无敦义上台，东西我了解、哦，一件贴着台的总统下台，副总统继任，怎么样就不会轮到你台湾人？而且重点的对，所有进东弄好东西啊！中华民国有效忠台湾人吗？有效忠本土台湾人吗？无啊，还是喜欢买算计哦。 要头壳啊转过来，为啥、哦哦、啊？镜片转伫个头壳个底，你转袂过来，就是即个镜片咧做怪啦。爱啥？用用法律甲解哦脱吼，即解读啊吼。在中国诶政治思想啊中，在中国历史有五千年。我直接甲大家讲，中国历史还不到一百年，对台五千年。哦，毋通吹牛吹到呃，甲对去哦，伤害嘛。中国哪有？ 哪有历史有五千年？咱上过徐格林徐讲师的台《台湾历史节码》，认真听、专心听、专心来体会，你就知影。所有的中国历史，只不过是部落佮部落之间、團集团佮集团之间、军事集团跟军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像这样，像着对迄片土地享有啥管理权？都阿内内啊，他从来就是不正常的国家，伊都对待对待大中国。 而且啦、啊，伊也血统乱七八糟哦。伊无像讲 M 一七四讲为非洲啊、印尼、爪哇安尼起来到，甲台湾无啊，伊也搁为迄个欧洲来上啊啊，只敢只敢讲骂人家杂种，结果家己咧想看卖嘛，吼、哦，毋通骂人吼、哦，尤其是中国伊做爱伊骂人，咱就笑笑,就笑,笑啊，伊骂咱就笑笑，啊，你知道？咱爱知影。 咱是法律打人，我们不是感情的打人，我们不是政治打人。咱要有理性，用法律来过生活，送甲咱骂，咱笑笑就好。哦，咱唔免去讲还口，哦，讲还波，甚至要讲对方怕，唔通？哦，因为呐，咱有法律做靠山。哦，一切，你只要合法，全世界任何人，拢会，本着这个法律的基础为你出气。 哦，大家要注意，法律至上，原因就是伫遮，毋通讲情绪啊！啊，我我一个台湾民族性，我就是要甲中国对抗，错误、哦、你会叫我砍去。即、这个、情感的啊，害足济人受苦，感情又是让你生生世世受苦，要注意，生生世世，顶顶,顶一分钟，就是过去生啊！哦，即、这个时间，就即个时间未来未来。 后几分钟的未来啊！哦，毋是讲啊，我即世人先顾顶世人上，后世人上，毋是。你上一秒就是你的过去了，后一秒就是你的未来。咱毋通感情用事，爱个嘞，法理至上。哦，为啥用植物晶片呢？和法律台湾带领你进入母体世界。即母体世界的就是这个影片，即影片名叫啥？骇客任务。伫一九九九年时，伫台湾有上市。 哦，有看过这部影片的，请也像电影袂少哦。好，谢谢。哦，互汝看真相，用哪用法律来看上清楚。哦，大本帝国的国籍本来是叫哪？Formation Empire of Japan，哦，即哪明治战期。为啥会被改变？最近我一部电影叫哪？永远的零。哦。 用个零式战机，迄就是予大家去看。哦，但是啥，最近佫要下架啊。哦，佮迄个天皇共款。哦，旧年的电影有一部叫啥《Empire》天皇，啊伊叫做伫当即个即、這个所在叫啥《日落真相》。哦，即、這个影片无啥好揣，我有去揣过。P P S 看觅，看揣有无？哦，是因为即第一次世界战争啥迄美国的。 轰炸机吼，帮一个规个拢改变啊！啊，咱呢一个日本天皇昭和天皇陛下也接受呐《波茨坦宣言》，向盟军投降。投降了后咧，就陆陆续续叫战前法来处理的诶，今日过程吼、喔，大约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喔。来，咱看一下吼、喔，我头下讲北方四岛吼，北方四岛当时即苏联伫美国的分配占领之下咧。 伊甲岛苏面顶诶一万七千名日本人载去日本，视同无人岛。苏联咧算国际法。哦，伫台湾即个福摩沙岛上呢，蒋介石嘛要求盟军甲六百万名诶日本唐人载往日本，视同无人岛。盟军美国都甲讲吼，因为当时伊用四十台甲三千名中国占领军来载来台湾。 因为当时中国占放军无船，无船港，是去食冰，免爬兵。哦，许只壁就讲啊，哦，伊落船，哦，青草下地瓜个啊，排雨伞，哦，來離離落来沥沥六六，啊，整齐嘛无整齐，吼、哦。啊个啥，买水道头，倒呾厝个讲插伫壁，去卖金门店讲，安怎，我水道头插伫壁，啊船无水，啊你买我个水道头是假。 阿爸就安尼讲啊，见证啊，吼、哦，你看伊个水准你就知吼。伊讲我坐船，我问上员啥？当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吼、哦，美国个国内状况经济，包括伊个战力无啊强，所以伊逐单就尽量省。基于美国利益，美国有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为优先，所以讲伊即个方面伊就无啊多啊吼。伊、哦、当然当场啊拒绝，虽然是骂鸡个。 哦，家己嘅好朋友，但是较拒绝。哦，伊是结果呢？即上届就使用即行政命令，就是国语家吼迄、哦那个王王选杰王讲师里只讲吼，国语家也得有逐家有看迄两篇喎。我复习一下吼，张嘛吼。浙参字第零一二九七号训令，用迄个行政命令解一暗，甲所有本土党人嘅国籍为，伊本质该做啥？ 中华民国的国旗，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旗，这够、個、符合战争法无吼？这起违反国际战争法。迄刚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号，叫做上面给记嘞，交战国军事占领日，简称啊，日本台湾投降典礼日，哦，日本台湾投降典礼，迄刚叫做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号。 交战国军事占领日，迄著是战争战争化的战争化内底一个重要的名词，大家爱记得叫做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定义你对即工呢？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十五号哦，大家要记清楚哦，吼。好，来继续。来，咱看即个影片哦，《日落真相》這。即个著是咧讲麦克阿瑟来亲自占领。

I'm told there will be 2,000 Imperial troops lining the road. The snipers could take us out at any point, General. Get through to Washington and tell them I've consulted my experts and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Let's show them some good old fashioned American swagger.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me all of 10 days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mperor's role in the war. 10 days? That's right. It's not feasible, sir. I'm making this your job. You know this country. I have confidence in you. If I put him on trial, I could be setting a spark to a powder keg at precisely the wrong moment. If I arrest the Emperor, I'll face mass suicides, possibly open revolt. I want all suspects arrested in a one hour window. How long since you were here? Five years ago, sir. My uncle is a general. He would be able to help you. This country is starving,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total collapse. It wouldn't take much for their resentment to ignite into revolt. The Americans want to see the Emperor's head on a stake. If you want to save the Emperor, I need proof. Did the Emperor ord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It's not black and white. Your skies were filled with kamikazes. Millions died in his name. You incinerated two our cities. Justice should be served. Reveng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justice. I am about to make the biggest decision of the occupation, which will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Japan and all I have is conjecture. I don't see any evidence. I don't care what you have to do. Perform a miracle if you must. Bring me the emperor. I've never met an emperor before, much less a god. but the hell do you say to a god? General MacArthur wants you. 即部片有看过，请野手小问一下，《天皇》有看过吗？足少的吼、哦，所以伊也下架，有正当的理由，足少人看的，所以下架。哦，因为逐、就是那个都是迄个金片咧头壳内底，诶，是日本的代志啊。我是我是中国人，搁是台湾人，所以迄日本天皇的代志无关我的代志，我无需要去看，所以足少人去无去看，足少人去看，除非。 伊诶四大人，伊诶阿公阿祖有甲讲，吼、哦，咱诶国籍本来是日本啊，伊即来是外来政权，吼、哦，流氓政府，迄毋是咱诶国家，除非知影诶伊才会知。吼、哦，我本来我就日本人，只互你管啊后摆日本佫会倒来，吼、哦，因为当时即个日本军离开台湾时阵，因着有讲啊，吼、哦，向后壁诶即留伫台湾诶台裔日台湾人，吼、哦。 诶、欸，台一日本人甲讲，吼、哦，等于讲日本台湾岛的岛岛属缅甸个人讲，五十年后，我们还会再回来。吼、哦，有讲安尼话，我亲身我有听过我阿公有安尼讲过，吼、哦，即日本兵要走之前有甲因讲，五十年了，阮过会回来。哦，有留安尼啦，吼、哦。即、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是全大东亚诶一个战争是。 亚洲黄种人抵抗白种人侵略，这类圣战哦，因为咱知影明治天皇这个明治维新吼，哦，这個日本国并列吼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伊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第一名，海军力量超越世界每一个国家，所以咧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七八的时阵吼，这伫世界五国啊，华盛顿。 海军裁军协定，哦，就是讲啥内底讲要求每一个个国家，哦，船爱起偌大名个超级，哦，容量偌济，伊就要限制，限制啥？伊最主要是要预防讲有人超越。哦，但是日本国个人非常聪明，伊家一般诶客客船，哦，载人客诶客船改装做啥航空母舰，足够诶，哦。 伊在即个我头下讲个华盛顿海海洋海军即个裁军协定，即个内底台新台湾论有讲，伊第十九条内底有讲，就全世界的声音，台湾是日本诶。哦，第十九条，哦，即个华盛顿海军裁军协定第十九条就讲到台湾是日本的，即内底有写着哦，即重点新台湾论来台湾有详细则家己去掀，哦。伊、這、即、個這個、著、哦這個裡哦、這個是讲大家惊日本国强。 大日本帝国强，啊想办法啊吼！哎、哦欸，黄种人、黄皮肤的，因為盛传是讲黄祸，黄皮肤的后摆邻近白种人，然后摆足惊下，所以呢，慢慢的限缩，吼、哦，哎啊禁，迄呀，石油禁运措施，种种的经济手段，互大日本帝国，逐工，即个生活一工不如一工。然后呢，逐个艰苦啊，艰苦逼格。 这当时担任这个内阁总理大臣的东条英机，就向美国宣战，又拍电报哦，因为明治天皇伊建国，即个建立这个大日本帝国的整个体系，吼，整个这个君主立宪的体系的叫《万国公法》来建国，哦，建立这规个,个体系，所以呢，一切所有,所有所有的一个定数，所以讲咱爱一个了解一个状况，这国家要强爱啥？爱照国际法。 照本国讲法来做，即、这个、国家就会强。你看短短无几年，明治天皇陛下一日讲日大日本国，变一个为即个农业一个社会形态变啊变近代化恶化。哦，所以讲定安尼讲一个国家伊要进步着啥，必须爱恶化，脱亚入欧。即、这、恶、个、化的一个定数来、就、讲、是，你看咱逐工举迄个竹筷子。 尽拢爱去砍伐，遐树啊、地啊，尽咪愈来越少，迄做都导致啥状况呀？沙漠化、生态平衡的问题啊，即啥违反的自然法的原则啊！你啊乌化了后，你啊看每一个人伊用的，是尽拢迄个固定的铁啊，哦，迄、那个竹筷子变迄个餐具嘛，哦，刀叉你有较好用的嘛？ 较袂讲，咱用用的竹筷子用的淡的，佫佫一个变一个污染。牙刷嘞，露露的，单调规包，大堆后山，几啊百年嘛袂烂。所以为啥讲，咱要求讲，逐个来水月圆农场，逐个爱家己炸水杯，炸牙刷，炸家己的拖鞋，关于伫遮啊，环保。我们爱这片台湾的土地，我们就好好的保护它，是毋是安尼对无？ 啊！这三江两梅个知。难，爱感谢哪？水月园诶农场诶主人翁游先生，哦，那高雷姐无？游先生感谢。啊，个啥？中央诶志工，你看三江两梅啊，咧规个吼，甲咱款款东款西，哦，食饭啊，逐个辛苦，精彩，佫煮煮较好食个物件，咱食。所以啦，咱爱怀着感谢的心。哦，这是题外话，吼，是毋是安尼？吼，来。这日落真相吼，伊。 感感动即个麦克阿瑟吼，就是讲，伊天皇，伊愿意用家己的性命来换日本国所有诶人诶一个和平，吼，伊就向個，诶麦麦克阿瑟吼讲，讲我愿意个人承担一切责任，但是啦，伊感动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讲，即甲处罚无关系，吼。因为这個日本天皇陛下吼，天皇陛下是跟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的皇帝是无共诶。 哦，美国伊即即想法讲，即场太平洋战争是偷袭珍珠港，因为讲偷袭，实是奇袭。哦，因为照战争话有宣战，只是讲美国收即个电报是者阿伯啊，拄啊，迄许架村阿伯啊留守，上班。啊，飞机临时战机去放啊，则知影战争啊？原来电报早著拍来啊！哦，宣战叫做奇袭珍珠港。哦，还讲处罚，是毋是日本通皇下令？ 偷袭珍珠港，伊拢讲偷袭啦，哦，无要紧，迄条因个讲法吼，事实是此事，吼，啊，即伊本听皇就讲，即我来承担嘛，但是讲伊呾这毋是你下令个吧，哦，伊就去调查着，因为后来有去调查嘛，东条英机三只几个军方啊，吼，包括即个内阁个部分，拢去调查重要个人，但是啥，效忠天皇个原因，因家己拢家己。 尤其是这东条英机揢手枪，家己弹都无死，佮甲救个话，结果呐，战争话是呐，战犯的规则就是绞刑，甲吊死。结果这东条英机就是吊死啊。吼、哦。重点是讲，你是毋是声音战败？是毋是知影家己个国家？吼、哦，是毋是知影家己是丧？是毋是知影讲向美国宣战的名？吼、哦。你是毋知影讲甲厝内底阿公阿祖是共一个个？你有声音。 原罪新婚吗？原罪，人都有罪，我冇罪啊！哦，因为战败国的身份会惊逊。哦，这台湾政府官方网站、哦、有几篇文章，时间关系，大家讲一下标题，大家有时间再去看哦。日本修宪的目的哦，跟那个，尤其是这句话很重要哦。大家有一个观念，征服者的意志代表命令。美国是占领强国。 哦，伫旧金山和平条第二十三二十三条讲，美国啥是主要占领全国，the principle occupy power，主要占领全国，毋是干字面上即个意思，咱了解伊侵占意思啥？主要占领全国用的啥？主要的支配权，爱记得哦，主要占领全国有主要的支配权，哦，大家爱记咧，即个重点。 吼，哦、在後这后壁会阁传领，就讲个即个观念吼、哦。来，一个第，日本宫内厅的一个事务吼，即、哦這个文章家己去看吼。咱、哦、看下个旧年吼三月十三，这日台精英会议内底有一个哦，审判叫做大川康夫哦，伊是日本国自卫队中将退伍哦。伊伫咧即个会议内底吼，就足严肃诶，吼、哦、问秘书长讲。 我担任二十八年诶，日本国主义对来过台湾十摆左右，发现日本人甲台湾人拢真尊敬李登辉先生。且而且呢，即摆台湾人要求伊弃现状，啥让恁台湾民政府要甲中华民国规个赶走。哦，我相信每一个在座同心，你先头读完、读熟啊，庆幸啊，要教人讲诶时阵，第一个头一个问题，甚至问题当中都有即个问题啊。吼、哦，咱看秘书长安怎甲回应吼。哦 比如我我回应咧，伊讲六十八年来，旧年啦吼，今年是六十九档啊吼。本土党人刚要求两件代志吼，第一件是公平，第二个是正义。中华民国占领军永远做未到这两件代志。而且咧顶礼拜吼，美国刚讲一个机密，本土党人修正拢靠中华民国做记号。哦，你有无早迄边修正，你也提出来验收一下吼、哦。这是美国讲的这个机密，注意哦。 这身份证背后个右上角有缺口嘛？哦，一般咱去问因的户籍所，伊的小姐、先生会解讲，那是流水编号啦，不要理他，那个不重要啊，重要可到的。为啥去申请福利？申请家己的权益，甚至要求银行家你讲理性，伊的要求你寄身份证，因的身份证，原因伫遮。哦，迄个流水编号其实就是伊在家用分作棍啊。 哦，妈妈的后壁，蒙错错吼，零零零加一八零蒙哦，你来看一知吼、哦，这基美国提供诶，因为台湾第一当局伫台湾所有爱做诶一切活动、一切管理诶行为，拢爱向伊诶主管来报告，所以美国有啥物？ 重要机密一定甲秘书长讲，因为啥？秘书长是代表台湾政府控告美国，而且内底有一点有讲到，美国行政单位应自动协助台湾民政府。这二零一九年四月七号的这判决，哦，那为啥因美国对口的是甲秘书长讲，啊，其他团队那种唔知道？足简单呢控美案的原告就是台湾民政府代表人秘书长林志生博士，哦，大家要注意。 比如像遮个讲吼，恁日本国个人嘛免伤欢喜吼，因为恁个苦难交阮共款啊。哦，日本国家育了后国经济环境真好，当然日本国个人袂当接受秘书长个话。哦，当时个气氛啊。哦，秘书长呢接咧讲吼，日本天皇倒航个同时咧，明军惊吓同时个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就从即个日本大日本帝国个四分五裂。哦，八方输都到苏联占领，冲绳、o k i n a w 哦。 到联合国托管，左方的主导就是李明博登岛迄个岛吼，到韩国来占领；南部的台湾府摩砂呢，交予蒋介石占领。日本的本岛呢，由美国盟军的带领头，就是美国嘛吼。来，伊是主要占领全国，亲自占领，为的目的就是以防大日本帝国再度崛起。关键在即个所在，当时开始占领的时阵呢。 美国伫咧即卖日本国安排一百万名的韩国人，就是个左派，哦，咱看足乱的，左派就是韩国人，哦。伫台湾的安地两百万的中国人，伫即两个所在的一百万跟两百万的人呢，各自掌握哦，掌握着各各自这个区域的政治甲经济的核心，重要皆是用握敌个手的。请问各位，你要安怎评判？ 请问啊，要怎啊评判？你不啊，多做到公平甲正义，谁人要甲号召？追求正公平甲正义做袂到，伊伫美国诶宪法内底都徛袂掉啊！台湾自己当局在台湾所做的一切的管理行为，跟美国宪法人权至上的原则违背的时候，伊都爱走。伊无权利伫解啊，所以讲过拄好尔。 一个占领地所有的人的人权，袂用诶，因为你去用军事占领，去互占领全国剥削。这重要，即个观念伫遮啊！吼、哦，大家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像当美国政府、美国总统会被我们用这个人权案把他控告，就简单才原则个对象，他忽视被占领地人民的人权。人权是天赋人权呢，哦。 天苏俄人的人音每一个人有自由生存，吼，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自由是，先要甲咱白削去，咱会当得到即个公平甲正义，先要甲咱白削去，向狗拄好呢，吼。在本帝国这个领土吼范围咱看一下吼，从苏到到苏联吼，主导的到韩国、台湾，蒋介石万岁，伊是军事领导人，毋是总统。 哦，当时占领是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五，有总统哦，叫上李宗仁。哦，日本呢在苏的械斗了，四月四月由美国亲自占领，奥企闹啊，联合国去托管。哦，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号，由这个日本国的首相佐藤荣作，甲美国的尼克森总统签掉上琉球返还的这个协定。 啊，伊在一九七二年的五月十五号，哦，伊的美国，就透过这个定赎，噶，奥克纳交日本，哦，当然啊，赔到啥赔偿金贵啊亿个，哦，一百万的左派韩国人在日本，两百万的中国人在台湾，哦，掌握各自掌握的政治、政治跟经济的核心。 要看够严重性，互汝无法度团结，四分五裂哦。预防大日本帝国快速崛起，因为咱怎啊得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佮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短短时间马上翻身起来，全世界惊无？会惊哦！惊大日本帝国佮德国共款，佮短短时间佫起来，佮发动第三遍的即个世界大战，会惊。 所以，著佮粉丝啊，独独做一块，每一个所在无工人管，无法度团结，着无法度崛起吼。即、這个所在大概做出名啊，像咱有韩国，足简单呢。大韩帝国有一个高宗皇帝，吼，伊著是讲佮日本天皇签了一个啥？日韩并合条款，是皇帝佮皇帝之间的条约。 内底讲的啥呢？伊甲朝鲜半岛半岛吼，朝鲜半岛即个管辖权永久呐，交给日本天皇。哦，这大家知影就好。吼、哦，大三官跟蒙秘署长吼，琉球甲美国的纠纠纷的后一阶段去本国啊，要向联合国抗议是毋是会动的？哦，琉球的问题呢，是联合国成立之前就发生啊，向联合国抗议是无效的，同理可证。 台湾问题你会用向联合国来处理吗？请问各位，哦，台湾代志我找联合国，联合国，我头有讲过《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来这就讲啊，美国是主要占领强国 （The principal o c c u p i n g power），任何国家拢未用凌驾这個、这条、個、约。哦，各国宪法可以凌驾吗？ 袂当诶，即甚至伊即签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当时有四十八个国家，有三个国家无参加。第一就是苏联，伊无满意分配诶结果，所以无去参加。哦，过来咧，中国，因为中国迄时阵签《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当时咧，一九五一年的九月八号，中华民国已经变成流亡政府，啊，新的政府咧，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代理权。 就是在这个两个有疑问的之下，没有都两个都没有被邀请哦。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去用邀请。印度呢？印度主张甲台湾偏向中国，所以呢，伊嘛无去参加。所以有三个国家无去参加哦。大家要有一个基本概念哦。诶，大家先看哦，秘书长。 解绍了吼，真欢喜啊！伊讲伊要等去日本讲，帮咱做宣传吼。来，咱看下政治人家的影片。用选票来表达对美丽岛事件相关人的支持。一九八零年底的立委和国代选举，美丽岛受难家属纷纷站出来参选。 包括姚娇文的妻子卓清玉、张俊红的妻子许荣淑，以及黄兴杰的弟弟黄天福，结果周清玉第一高票当选台北市国大代表，许荣淑、黄天福以及美丽岛辩护律师张德明也顺利当选立法委员。那一句话真的是经典，就是“被告没有叛乱，不应该被乱判。台湾人民会用选票另作审判。” 后来你看到被告的家属一一都超高票当选，就知道民主还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进。台湾人民真的用选票还他们公道。隔年,年，一九八一年举行县市长与省市议员选举，这回有更多美丽岛辩护律师团上阵，包括陈水扁、谢长廷竞选台北市议员，苏贞昌回屏东参选省议员。 结果全部高票当选。当美丽岛受难家属与律师团风光站上政治舞台，监狱里的说行人也不沉默。一九八二年，美国和北京签署《八一七上海公报》，减少对台军售。国际局势的变动，让正在警美看守所内的黄信介、张俊宏、姚嘉文、林宏轩四个人。 决定发表一篇狱中声明，表明在台湾完成民主远比为中国制造统一更为迫切重要，同时要求将主权归属、政治领袖的产生、大公无私的付诸全民公决。我感觉这个民主比统一重要哦，啊，这个当年这个王生绝不松快哦。 我刚刚证明王星也是失败，也是为了主流健康。还有你安尼，阮大队受足多限制，咁啊，阮就做绝食来抗议。啊，外卡也很强硬啊，那时候瓦卡，你看他们也在建座，也在支持我们呢、啊，再度从美丽都精神”的经行再度呈现出来。美丽岛这三个字，曾经是反动势力的代名词，却是台湾民主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一页。 过去的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和他们的辩护律师纷纷成为政坛明星，也组成民主进步党，获得社会庞大力量的支持。终于，两千年时，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执政八年。虽然两千零八年重回在野，多位当事人也因为路线的差异，在政治路上分道扬镳。但美丽岛事件作为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性历史事件。 在台湾史上的重要性无可磨灭。 政治人格，哦，即条锁链是上北起，是所有本土党人家己北起来，哦，无人要求你家家己北起来，哦。咱当下即个历史的即个起点，吼、哦，一九四六年二月七号，全台湾已经有两百四十万个人领有啥？中华民国的公民身份证？为什物呢？因为当时中华民国阿未灭亡。 哦，一九四六年那款，以及一九四九年开始流亡。哦，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了后呢，阁无发行这个公民身份证。因知影吼、啊，加、哦、公民身份证则用个投票。因当时来台湾的时阵，办这个公民卡要创啊，办选举，一直选，一直选，一直选，选落去。换国民身份证了后，同款办选举。 拢无停啊，到今下以为止。哦，你要看蒋介石，伊的国际名叫啥？蒋介石。哦，蒋介石。等一下，伊家己改名叫啥？蒋中正，对吧？你要看、這個、哦，伊叫名名叫蒋介石，然后叫蒋中正。伊领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诶。请问一下，蒋先生？ 你当总统应该是公民啊，怎么会是国民呢？有问题哦，因为伊是流亡政府的军事头子哦，人家军队来遮代替美国军事占领的哦，伊毋是公民啊。哦，因为啥？这土地毋是伊的，所以袂当发行公民身份证，简单的道理哦。 彼得岛事件呢是何者流氓政府就地合法？哦，咱富士初级班重要的两点，透早念念的哦，较袂拄久来，咱念一下。根据根据国际战争法，哦，咱迄个两个重点，哦，咱初级班爱互富士的哦。来，第一，占领不移专属权，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即两项吼、哦，国际的铁则吼，伊、哦、呾叫铁则，无法度法度违反吼、哦。像伊拉克、美国个战争，伊会用啊伫遐永久占领，而且取得伊拉克的主权嘛？袂用伊会用讲占领，迄个所在吼，伊拉克的人全部国籍拢全部改做美国嘛？咱想看觅啊，全世界佮任何国家，佮有因为讲国家佮国家之间的战争，伊去互占领的人的国籍？ 因此，改做对方的名，伊拉克的人刚有改做美国的国籍，无啊？喜欢怎安尼哦，未来到事件呢，咱来手中吼，即、哦这个、新台论咱小大家小摕出来听、嗯、一下吼、哦。我传了大家来看一篇文章，今日是九月二八号，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伫今仔日一,一八诶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号创立。 今日咱就来好好啊来读这篇文章，吼、哦，咱来现教即个新《新唐文论》吼，第三百四十四页，吼、哦，咱来现，啊，遮无买吼，无要紧，较岸阿买，啊，甲边仔人做伙看吼、哦，来咱看阿遮吼，即、哦這个三百四三十三百四十四页吼，咱、哦、看下骹遮，吼、哦，就。 这得占领法角度，就是英国威灵顿公爵那个哈、哦、底下那个。就战争法角度而言，非自己国家内的之戒严令，是占领地外国领土之军事政府运作，懂点吗？哦,哦，过来。中国陈诚将军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日本台湾占领地实施所谓的戒严令，是国际笑话。 哦，他是另外有企图哈、哦，在已经是军管的台湾实施戒严，而且呢是在中国广州宣布戒严，所以呢根本称不上是属于中国国内事件之戒严令。哦，这观念要建立起来、哦、只是呢，伊的企图是啥？只是讲确保日本台湾的领土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开始是由台湾的中国。 军政府运作呢，哦，伊是欲卡播者呢吼，将、哦、迄个解读解读、解读解读吼，迄、哦那个潘友谦、潘蒋是湾有共了几点吼？五、哦、月二十号就是军事总督的就任日，哦，对中华民国，这是、個、民建宽，吼、哦，伊是军事政府的信件，对伊来讲是重要的一个制度，为遮来的吼。来、哦、咱看下卡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投降典礼之后吼。哦 台湾进入战争法里的交战国军事占领期，我刚好共点哈，是属于军事统治时期。台湾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那个解严一刚哦，实施台湾戒严时期，其实只是台湾中国军事政府的运作期哦，是对台湾占领地管辖形式的一个方式。其实呢。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号呢，是应该要比照美国对琉球占领模式呢，要改成啊台湾中国平民政府的权益机构哦，等成立西部高门，结果无嘛吼。周建公呢，就挑工，和本土大人成立啥反对党哦，造成两个集团对阵哦，对决等于造成国党甲台湾党哦。 对台的对啊吼形成着台湾即个占领地假诶民主哦。事实呢，即、这个中华民,民,民国民主进不党，为啥叫中华民国民主进不党？足简单诶，台湾前途绝运内底，咱靠电话有讲吼、哦，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这是啉落水家己写诶，写来在哪啦？白痴在。 民主进步党的先骨定，所以叶万涛百不开啊，像紧箍咒。孙悟空他再再怎么七十二变，也没有办法脱离紧箍咒，无法度嘛。所以台湾前途绝文，甲党纲第一条，就甲民进党甲绑起啊。哦，一个是台中华民国民进党。哦，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注意哦，向中华民国体制登记成立。 哦，即个时间点，犹如台湾地位正常化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听假金呐、啊，足讨厌。明明即条路我就会用个滴去就到啊，中家你起来，家你绕个边上去，搁西黄路，可永远无法度啊。家厝个。这就是听假金吼、哦，导致台湾地位经由假民主化而扩大模糊哦。啊，给大家看好听吼，原来目前台湾著名 p e o p l e on Taiwan）。 所享有被美国有意赞扬的台湾政治民主化，原来是包藏祸心的计谋，是虚假民主的成就，也是阻拦台湾地位正常化的绊脚石。呵，看大家哦，那咱追究啥？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在控美案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号的时阵，咱追究的其中就是台湾国际地位跟台湾人权保护做做当做标的。 你像二零一九年四月七号出来，这個五大的判决，你看美国爱叫股的即个个判官来做，绝对爱哦。即场选举，选落去是害死他人，逐家要亲亲站来体会，爱了解，毋通阁去选啊。对一个人讲，头卡憨家讲，摕石头讲家己骹，家家己白个白个迄个，迄呐棺材面顶无要出来。 无法讲的嘛。哦，公民证属实的家哈，你要看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公民证你家哦，东西啥？高雄县长谢东明家己去查哈。就一九四九年了就不可以发行公民身份证，因为啥？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国民身份证可以参选吗？哦，黄天福他有讲哦。 本土党人生活伫政治的胶中是上造行的。选举有效吗？哦，苏党的讲啥？台湾人民会用选票另作审判。安尼我请教你：郑捷捷运杀人、万少成的漫架拍死警察，包括即个最近张燕文，吼、哦，即、這个害死女朋友的人，这個、三个杀人犯全部用选票来做审判，安尼好无？苏党的，我请问你。 用选票定做审判，你讲的嘛？安尼好不？想看我卖嘛？哦，靠有水准假的假民主啦！我头学念嘛吼，三百四十五页《新台湾论》内底，假的民主看不清楚，我帮你放大哦。来，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哪里来的民主？非公民如何参选？好、哦，为什么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 没有扩大的选举，无选举活动迄年，为虾米？因为美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哦，这 Chinese Taipei 都停办选举。中国人呢彻底失望，因为啥、啊？佫无多等去中国美丽岛事件，而且带来后续选举、选举、选三十几栋啊。 单人你未忝吗？选啊久啊，生活环境有改善吗？好康的拢走去倒去，啊去投票的一个人爱一票爱了三十箍；政党一年五十箍，拄啊二百三十箍。四年，三万二，家己开钱，车钱嘛家己去，啊去转转的，结果家己生活换来的是啥？爱觉醒吼，觉醒了。 一来对共吼，狱中声明啊，在台湾完成民主，远比为中国统制造统一更为迫切需要。将主权归属政治领袖，产生大公无私的互助全民公决。那这话是要解读起来哦。这然后然后挑第一点对共啊，这东西谎言呐、啊，谎言本身就是你不用讲的太大声，因为啥悄悄话哦。在台湾完成政治炼狱。 远比为中国制造统一更为迫切重要。什物叫民主啊？政治人格啊？哦，伊讲的民主就是讲，让所有本土达人透过即个选选举、投票的结果，来表达伊是毋是要出狱，是毋是要继续关伫狱中、逐工户、庭院长、甲管理人的苦窿，用选票来互你决定，戆戆去等。 看我可咧，今下午三点半了，大家登去厝诶，去看外口遐个选举海报，搁有咧刷选举，啊系啊，搁去做志工，哦，未有人搁帮人算钞票，看我讲无？卖给人，家，把自己卖了，纳税的钱拿去用在不该花的地方，然后去当志工，然后去帮他助选，还去投票支持哪一党，都一样。 啊！结果换来啥？逐工气熏脑命，电视看到强要甲讲互破，啊，讲破，搁换一台，搁搁看，搁搁逐工骂，逐工吵。每,每,每一个家庭你也看，你也看新闻呢，无一个厝内底吼无咧骂啦。你搁看伊啊咧看新闻，绝对逐个拢规口罩，你也听伊去口罩咧看电视台时，你啊看，逐个拢吵，只是讲吵诶目标无共，有诶吵中国国民党。 有诶，错民进党，有诶，错台联，有诶，错台独，投票无共啊。结果诶，家己已经家己啊，啊呐，因是中国人是看足欢喜诶。哎、欸，你那讲啊，去到咯，要害我个家己苦地啊，哦，苦苦个甜甜，啊无要惊领兜诶代志啊。阮阮请内家占听啊，哦，蒋经国式的假民主让中流亡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哦，即讲公干怀疑，公干啥？ 王生，王生的主张，但是姚家文能不知道啊，吼、哦，王生的背景是啥？晋北总部的人，啊，像啊，伊啊讲他說的笑还还拢表情足好的嘛袂讲讲啊足愤慨。啊，王生的主张，伊家听就知想家己人。王生跟姚嘉文是不是自己人？看得知嘛？谢长廷跟蒋经国家庭的关系，你也当为谢长廷的。 迄个自传内底就知，伊拢会去找，迄个啊蒋家的三个公子吃饭，吼、哦，拍铁啊惊到啊。但是你奈常常去找因食饭有问题嘛？哦，让中国人变成台湾人开始来假民主，哦，看着哦，这头湾有念过，哦，严重拖延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进度，很讨厌的人了、啊，吼、哦，不用我们动手，美国就会出手，为啥？ 控美案五大判决，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哦，是你们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活下来。哦，假民主就是选举，也就是政治炼狱。哦，这些观念要串联起来。邓体呢，讲予咱的厝内的亲朋好友听。当然呢，讲之前先头要啊头学先，无对方家己考一个问题。 倒去啊！吼、哦，你个去歌曲看去啊！啊咧，你参加的，无你来参加选举比个较紧啊，个较紧点你就有结果啊！来、啊嗯啊、当时，甲你问种问题，咱明明知影，咱稳赢，赢赢的叫，搁戆戆走去遐去，你可以赢得一条路，你不走，你去走旁门左道，你永远绕的是一条永远到不了终点的路。哎，对，政治台湾，法理台湾，我头个光轨。 赢赢都是一点点去啊！赢了就是一直走，咱持续坚持再坚持。根据这个话题的推论落去，咱绝对会成功，是唔是安尼？哦，咱看伊第一届来的这个选举吼，拢超过五十趴。从伊个看，因国任务型国代二十三趴。因为那时候足少人知啊，中华民国已经死啦。你去参加国民代表，为什么去参加？无必要，所以足少人会参加哦。 投票率都那么高，台湾人认同的哦，是台湾人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留下来的哦，别当万把人哦，看得在哈，国民还是公民？复习一下哈、哦，公民才有参政权哦。伊的宪法一百八十七条宪法，甲十二版的修宪，完全无包括台湾朋友的领土的主权哦，要注意哦哦。伊是照着啥？杜鲁门授权。 让麦克阿瑟颁布呐一号命令，和蒋介石遮个流亡军团吼来台湾，遮官家的台湾的人，但是伊的主权领土甲人民，当时有，包括台湾完全无吼。咱前几昨天的一个课程一讲落来，大家都有一个观念伫底吼，小复习一下。我头下讲两条平行线吼，即每一个州办公室、军办公室拢有吼，大家会记得。 你像客电员爱甲州的办公室保持联络，哦，大家爱知吼、哦。来，咱看见哦。一个中一个台湾两个政府，哦，战争结束后本该就没有交集，是两条平行线，哦，一个是啥美国台湾的占领军，这条，那是啥美国台湾民政府，哦，美国军事政务下骹的台湾民政府，不是美国台湾政府，哦。爱、哎、记咧即、这个。 名词吼，系、哦哎、分配占领吼，蒋蒋介石元帅就着即个盟军分配协议吼，麦、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来执行分配占领，伊当时即个警备总部军管区，测案开始以对呢，去领伊一张身份证吼、哦，利用共和制啦吼，叫大家去请领身份证，然后呢，开始就管啊，你领一张就管，开始吼。哦 代理占领，为啥要互代理呢？基于反共政策，这样就甲毛泽东对立。所以美国就这个方面替美国省钱，和伊去代理代理吼、喔、来代理美国占领，哦、喔，继续落去，基于反共政策。和当时呢，二零一一年六月九号 a 法签订了国共和解，中国内战结束，和谈了已经失去一台湾流亡的正当性，哦、喔，而且呢，中华民国已经赤化。 我带一个影片，互大家来看。伫一零一大楼，哦，中国人甚至伊口口声声做大喊讲：“我是共产党员。”哦，我在这里，你能对我怎么样？类似像安尼一个话啦。啊，参主场大道演一场闹剧，为啥？要激所有本土达人，因为情感的牵引去支持伊个选举。哦，你当也看有知吼？即即部片最近了去。 这样发表出来吼、喔，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到台湾民政、台湾省政府吼、喔，这东西东西，这伊个占领军应该叫郑经华来的，吼，伊后来讲改名叫台湾省政府。台湾省政府就是因为台湾民政府，哦，中国台湾民政府，但是伊个台湾省政府本来你登辉讲会费省嘛，美国不同意，所以给改改成啥？冻省。 哦，占领不得移转主款联共并台。国王会谈九二公司 f 法两岸和平协议了后，就要开启了美国的法理授权，好啦，台湾民政府军事呢由美国来处理，哦，按民政的部分，关于人是由台湾民政府来负责，哦，这条就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诶路。叫啥？证争法来行，哦，战争法是两国开战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号，哦，罗斯福。 啊！把国会演讲，然后国会向大日本帝国来宣战，哈、哦！总统国会，然后呢，战争的期间军事政府成立，停战的时阵等于军事占领，哦，这、就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号，那叫什么？军事冲突的一个停止的一个协议，会不会产生战争？一样会哦。他保护的就是军政府呢进驻，然后呢保护当地的平民政府成立了。 Civil government，哦，这以占领地人民成立的政府，哦，然后咧正式的政府就出来，哈、哦，签署条约完成协议，就是新的政府甲占领军，哦，达成协一个和平条约签立了的结束军事占领，然后撤军，哦，然后主权的完整移交成为正常的国家，这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咯，叫啥战争化来行？美国对伊拉克。 咱上熟悉的，共款是照这条路来行。哦，即下即下对一个阶段，的确，对个阶段，哦，美国对伊拉克才短短七八档尔，咱伫即段向算去啊，六十九档。哦，所以顶下即即即即阶段，哦，大家也少注意一下。为毋免选举到执政的政体，台湾民政府。 哦，因为咱叫渐进法，古今山河平调，一代声音，由占领地的人民组成的 C 波，家人们，哦，唔是家底呼口号的哦。你的观点决定你的选择，是非还是立场？政治台湾呢，有立场没有是非？哦，核能发电厂甲高速公路收费站，你想说怎个创啊？给开啊？核能发电厂诶，应不应该新建？ 不应该新建，为什么要举办投票？卖当者就是卖当者，你不应该来举办选举。哦，这啥？讲金国式的一个假民主，呐制造陷阱，也去到哈，也见被洗脚做啥见底的。你讲，这来底吼政治议题、媒体炒作、抗议游行、政治解套，然后选举完政治收割，这宿来政治议题安尼落来，这叫做啥政治炼狱啦。 逐工着是安，尼，汝看谈话性节目是毋是拢安尼，选机选完继续吵，继续吵，继续吵，啊个无欢喜去抗议，然后咧解套完继续选完，搁继续吵，啊就蹛啊壳仔内底行，永远行袂出来，吼。伊逐工着是制造遮个，哦，咱爱报讲台湾拢无平安，念伊迄个双强台，念伊迄个安怎，啊念伊国会搁，因的国会搁搁对立啊，啊念伊对搁。 对，个游行抗议，也制造无和平啦，得到永久占领的权利啦。哦，伊就是要家己大陆家挡掉的吼、哦。啊，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维基百科有，大家在时间关一下看一下吼，家、哦、你看着哎，设置在国内还是国外？吼、哦，是本国领土还是外国领土？总领事馆就是大使馆，没有大使馆设在自己的国家吧？哦，所以它设在别人的国家才叫做总领事馆。哦。 来准呐！哦，昨迄个国语节也都讲过吼、哦，这两片土地多好用啊，当成立啥？金马民国哦，中华民国唯一的两块领土，领土土地主权人民拢有啊！哦，金马民国可以成立啊！哦，是呐，伊无权利伫台湾跟澎湖成立独立的国家。这土地有人的呢，各有军事占领的主人的，伊要过两关的，那有可能？ 伊无可能伫遮独立啦，吼！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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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毋是抗议哦、喔，注意哦，伊的名叫啥？孙逸县孙逸仙，哦，伊的名叫孙中山，正港的名叫孙逸县甲江开燮共款，吼，毋是抗议哦，哦，一九零四年在美国伪造出生地证明，被捕入狱，哦，所以武昌起义，伊个无参加。 有关系啦，哦，非常乖。出生地证明怎么可以伪造哎？哦，被美国的国家档案局已经入档了吼。哎、哦，根据国际正常化规定，占领不移转主权，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吼、哦。接上，派人吼、哦、好，伊讲我国中国籍，给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出来，正确，完全正确。 哦，中华民国就是中中国嘛，哦，中国籍晋江。你开即张身份证，你会当讲你是台湾人吗？全世界的人会讲你头壳破破啊！哦，来，你看这個哦，淡江大学哦，完了有政治领域哦，你看，再来起新路名，到底去用即、這个啊？哦，这是伊的国旗啦，啊，即、這个海军军旗啦，哦，啊，起啥？共一个月有啥好起？ 哦，你给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你不法度证明你是台湾人，你抗议也没用。哦，你算你的国家观念哦，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天皇主权下统一叫大日本帝国，天皇主权下的 autonomy 叫做 commonwealth 的做 com 大日本邦联。哦，一八九五年、一九四五年，大日本帝国殖民到这个天皇主权，就对台湾来讲。一九四五年至今呢，蒋军团代理占领。哎，个人哦。 金马街个台湾治宇当局伊的性质是啥？军事政府。所以你现发话讲，空地情愿也提出两项物件：铁丝网、甲巨蟒、蛇龙啊。迄对军事政府对于付敌人的时阵会用的物件。所以内行看门道，外行诶看热闹。你跨越那个巨蟒、蛇龙，你准备去样拍哦，你发你突破了防卫线。 一定被打，你侵占、占领军的领土，哦，你有这样怕，哦。就这样和平条约后，台北合约没有提到主权转移。台湾的主权仍在《民治宪法》的架构底下，哦。中华民国底下共产党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底下的国民党叫中华台北流亡流亡起的一个状况哈。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哦。中华民国底下的民进党叫啥？ 中华民国假假中国借壳上市啊！吼，中华民国底下统一将引发中国并吞台湾，吼，中华民国底下台独将引发啥？美日安保公台。你主张带头人要注意吼，美日安保条约内底有把台湾纳入保护的范围，因为啥？伊是日本天皇的财产，你只要侵犯日本天皇的财产，侵占他的财产。 真实诶，带毒嘛是内底一其中一个，你都必须爱面对啥？美军会共你攻击，共你消灭，然后呢，日本诶防卫军，共管会共你消灭。你带毒军，你较强，你怎看嘛咧，头一关你都袂过啊！美军啊，佮加一个上，即马上高级、上先端诶，日本防卫军诶，武力，你政看嘛呀？你带毒怎看怀？保证你变劣势，百分之一百革命劣势，独立独立着什么啊？ 没有法院，谁支持你？全世界没有人会支持台独啊！啊，引清楚一点，台湾的法律地位，你了解？了解到本土当然的法律身份，你就知影，台独这条路是一条死的路，永远无解决的。一讲吼。这是啥个国国旗啦？你看，中华民国国旗，有趣味哦！啊，怎啊？一几几的旗对一个旗啊？啊，啥去参加迄个仁川奥运？ 那企喺边睇啊？你系唔系记啊一支啊？看下嘛咧。哦，中华民国的护照绿色的，对吧？它是国际难民护照的辨识色。台湾民政府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啊。哦、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简称中国。护照原原色呢，跟身份完全符合流亡难民的身份。图博哎，就是西藏流亡政府。赶快，Green Book。 流亡政府拢肯立誓嘅，吼，啊！你想讲啊，外口陪我该乌的啊，改低价少用的哦、啊，你改啊，内地内容你改,你改，你马上来去让驱逐出境，甚至去让去关。甲孙逸仙港款伪造出生地证明你在，你要掠去关，护照未当改，爱去嘞，吼。二零一一年开始在自愿、意愿、合法状况下，你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行证。 就代表你是中国公民啊，会当享受中国一切福利。这本千万毋通提，你也想要离开中国的疆啊？这本毋通提哦，你也清明节要去摕这本的袂负啊，中国公民啊吼、哦。有听过中央建议吗？为虾物了解一下吼、哦，好牙变散齿的原因，你看。 日本天皇向民军投降诶，时间点，一袋金安尼著好啊，偌济钱？两角，吼、哦！一九四九年四月变偌济，安尼啊，四千箍。你看你会食旱米千无，吞袂落去啊，啦、哦、吼！即个物价膨胀，导导致诶每一个人伊必须爱摕足济钱来换一箍嘛，吼、哦！四万换一块钱诶，伊诶原来，伊著是蒋介石借着占领军优势。 分别从台湾岛跟越南大量运出白米跟民生物资来支持国共内战，让台湾岛物价膨胀。还有呢，越南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来对，降压收在中国普尔摩沙岛个对越南，这趣味啊,啊！越南人那美工，我是越南人，又是中国人，想要台湾武安内总况，想看麦哦，饥饿死去的越南人口高达多少？一百二十万人。 你要卖了个战争，拍死一百二十万人，心甘情愿。你甲话话，要是对越南人来讲是天大的耻辱、民族的仇恨。所以你摕中华民国的身份，包括举迄张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去越南插看卖啊，保证出代志。去年哦，何进生就一个台商，甲迄个冲突的越南人讲：“我是中华民国人，你能对我怎样？”当场去叫对方拍死。 唔通讲吼，即中华民国，我拿着神主牌去过去求啊，这是我的保护保护伞，是我的那个护身符。中华民国会让你身败名裂，我来讲哦。为什么越南人特别厌恶中华民国？哦，没有得没有办法得到解脱，爱彻彻底了解哈。转、哦、型正义就是恢复哦，给本土台湾人公平跟正义哦。 没关系吧，我头好讲的吼。这是时间关系，我跟咱加重点讲一下。这是见证人王仁祥哦。伊内底有讲的吼，这是重点三个人哦，决定台湾的命运。王仁祥跟裴尔联手调出郭宇欣。郭雨欣这人是反日情节严重的人，伊自细汉就受中国教育，对日本帝国的近代化欧化不认同，所以伊的 到了后才为中国登来台湾，哦，从事所有的台独运动，所以民主进步党台联，然后说所,所有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拢把郭雨新当做啥神主牌，安、啊、尼就知影，支持你台湾的国际地位会正常化吗？无可能的代志，除非哦落红雨啦，哦，顶杯是怎讲的？除非下红雨，哦。 美国在台协会来电有台湾关系法哦，它是非正式外交关系法，它就是美国当局为回避一战争法，应该在日本、台湾设立上台湾美国军政府的责任，然后呢，避重就轻，在台在把那个在台的中国人，就是将本土台人纳入他的中国体制内来代美托管，哦，美国费心考量占领方流亡中国人的人权。 注意，马基的啊，占领区的人民的担心上当做奴隶哦。制定《台湾关系法》却全然无视被占领方本土台的人权，所以讲，靖东哦，正当性，你政府仍然无法免诉，因为你违反国际人权。天赋人权是上帝给所有人的人权，没有人可以剥夺的哦。看十五条啊。哦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那一月一号之后咧，中华民国都已经无去啊吼，所以这口口声声讲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人，这政客，请你好好啊读书。台湾关系法第十五条内底有写，你搁要讲中华民国，咱大家都甲笑，没水准，没读书。法律讲啊清楚，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以前。 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你叫台湾当局、欸、台湾 authority、欸、你当时叫做台湾 government，你哪样的公你是台湾政府？台湾政府是上个党用台湾民政府，将来执政的当时才可以使用台湾政府这个名词。哦，任何台独组织都一样。网络上最近也写啊，哦，讲哎，我们台独的组织，我们后摆就是台湾政府，真七的。 你毋是照法律来，而且你违反美日安保条约，你无可能消灭，你的作起万幸啊！你搁要主张，你要执政、执啥政啊？台湾关系法，哎，你看后边啊，任何接替的治理当局哦，包括政治分支机构啊，机构在你爱想嘞。你无照法律来，永远不可能轮到你了哦。因为啥？法律即凶，照法律来，而且原告一张台湾民政府。 哎，大家也要有一个透彻了解哦。台湾问题是对，因为做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甲台湾同是怎殖民地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你当下可以问：台湾伫战争同时，伫一日本天皇的手中，伊是殖民地还是领土？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会甲你回答啥？殖民地哦，因为这是政治台湾这帝王政府用这个教材用课本，甲咱灌输一个错误的这个法律观念。它不是殖民地哦。会记得这张吧？这叫做《新线诏书》，内底重要的人物崇光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号，崇光奎就是签投降书的哦。 再来咧，吉田茂当时是军需大臣，他是后来代表签署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在什么时候？一九五一年的九月八号，中战日是什么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中战日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那一天。好，就用人跟人之间，用我做家你租厝，你是厝头给，我出，我出卡什么？等，这个合约生效一公才用搬约出来的 赶快的道理，你要中战，就是在和平条约成立生效的那一天开始，才叫做中战日。毋是讲一般的，一寡人讲，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叫做中战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号叫中战日，一九五一年九月八号中战日。所以我要去总统府升台湾国旗，毋对啊，你要读书啊，哦，毋通学白读啊。 哦，读读个去，什物什物民主前辈的书，你读去你就行去错去啊！哦，没有走正道，你走到旁门歪左到去，你就要加开足坐田，加开足坐时间，行弯弯路，毋通去石头，讲家己的脚哦。你啊看，伊搁退出联合国是吗？咁挂出来吼、哦，而且伊搁想要把台湾当做家己的。 一个做金马民国流亡到台湾，拥有金马金门马祖的主权，有领土主人民主权，国旗国歌都可以立宪的。哦，金马民国啊多啊好，金浦通马英九多啊好，过过去哦，搁加一个平潭岛修缮。二七五八号联合国的决议文哦，这张我特别甲吹出来，这原文哦。 汉文，接、这个汉文嘞，哈，一讲讲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的权利啦，对呀，一讲，哎，搞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你看看讲还像挂无蒋介石样挂出来的原因底家？二七五八号决议文，可是讲规也遍啦，你还要主张台湾进入联联合国，名字还讲错。 是中华民国被驱赶出来，中华民国也靠蒋介石代表这样挂出来，你还要用错误的名称，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有没有笨？脑筋长在哪里？休想看卖的，吼、哦！不要长在手上啊，也不要让很冲动啊。台湾加入联合国，看卖啊，也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西字叫做 China，China 就是中国啊，哦，啊，认清楚，唔当惊冤枉的话吼。哦 台独无解哦，吼，这拢唔对。这土地有两种人，所以袂当公头。吼、哦、注意看哦，独立代表战争，张起讲的。零六年五月十号，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国会作证时明确表示，哦，千万唔当主张台独哦，你叫人们震拍怕死哈。中国要独立，唔是台湾要独立哦。来，小心中国台独。 官方网站注意看哦，从细在大家看，重点我列出来哦。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合作，一个扮好人，一个扮坏人，重点是这個哦，结做好人结做歹人。我头下讲，一发签落了后、哦，国共和解，所以一家口啊要夺取企图，就是讲要夺取人的财产，要夺取日本天皇的财产，就用这结個個做好人结做歹人哦。 那打迄影片看就足清楚啊！演戏啦吼、喔，来看哦、喔。原来美国一中政策里已经模糊的写出来，台湾一直处在谁的控制底下？中国的控制底下，我鼻唱哦。也就是说吼、喔，在民进党执政期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合作的模式在殖民台湾人，因为。 美国在决议案里面已经清楚表明，台湾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之下。那些台独议题跟选举造势，全部都是为了制造舆论，以方便殖民台湾人，而且有合理借口征兵，还有收税、贿赂美国官员。其实他们都是一体的。想到这里，鸡皮疙瘩都来了。 这让我认知到，在台湾内，无论是任何党派集体联合起来欺骗善良的台湾人，尤其是那些台湾人支持的本土党党派，更是利用台湾人的善心跟单纯，无怪乎难怪哈，无论李登辉或者陈水扁都无法让百姓好过。爱注意，哦，在本土东派，你爱台湾吗？你根本就是帮敌人凌地台湾人。 你不应该存在的，而且你要接受全民的审判，你还当呢？你成立这些党派有什么用？你还主张台湾独立，可恶啊！哦，都代表中国政权去收尾，没有一个例外哦。来，咱看这影片，我头他讲的，谢谢。好，看影片，谢谢。 N 气了哦！中国共产党跟台独组织演了一场戏，要博取台湾人的同情，支持台独。追看。 因為去一零一要记得注意安全哦、喔，不要去哦、喔，哦、喔，唔通去，发地忌凶，那魔术要跟人对口，哦、喔，爱给的，而且政治台湾，他国外，他国的政务哦，唔通去插边。喔、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台北市还是在北京啊？而且公然的在哪里？在一零一大楼，距离距离信义分局只有只有多远？只有一百公尺的距离。 影片到这里就，谢谢。这样有看到吧？中国共产党跟台独演了这一场戏，要博取本土台人的支持。好，来，今天课程到这里，谢谢大家、啊。那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好、啊，下课休息十分钟。